刚开始创办梦想之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可是，一眨眼的功夫，连一号店都要关门了。我真的，这是你们都在这儿，林真。听孩子们说，你最喜欢的就是《隐形的翅膀》这首歌，这个是大家一片心意，希望这个水晶翅膀能带你飞向你的梦想。这是梦想之家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家长送给你的礼物，对我们来说，你和俊浩就是梦想之家永远的大家长。虽然俊浩现在在国外不能来，但是我们也很想和他说一声谢谢。连习主席都说了，这个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，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，所以说梦想之家的发展是非常正确的。对，说得好，这一点我太有体会了，是不是啊妈？我儿媳妇的意思是说，我呀以前是很严肃的，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都特别严格，来了梦想之家以后啊，都会跟他们一起唱歌了。说得对，我到了梦想之家呀，跟那些老人送送餐啊，跟他们聊聊天啊，哎呦，我这日子啊过得是真开心啊。这梦想之家实在是太好了，为什么要把它结束呢？对，就是。好了好了，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，我在这里宣布梦想之家结束，不打烊。虽然房子没了，但是家还在。梦想之家只是形式上的结束，但这个大家庭，只要我们手牵手心连心，就永远不会解散的，对不对？说得太好了，真有意思啊。会开完了吧？大家可以清场了吧？不好清点咱们这儿的财物了。你们这些不可一世的小人，梦想之家还没有结束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啊，还没有清理完，你们跑到这撒野啊？出去出去，这不欢迎你们。我跟你说啊，原来拿你当朋友，你现在对我们梦想之家落井下石，你的良心给狗吃了。走走走走走，你别走，走走走。这样吧，我求你们了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今天晚上会在这里，因为今晚是最后一天，麻烦你跟董事长说一下，我们今天晚上就会走的，你们明天再来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好，我今天看他面子上放你们一晚上，明天早上8点钟，我
我准时来这儿。坐。没事了，李奶奶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他们今天来也是正常的，别不开心了啊！开心一点，我们不是刚才说好了吗？啊，对了，太晚了吧？你赶紧带他们回去吧，啊！大家回去吧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啊！珍珍，带小朋友们回去吧，没事了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爸爸。嗯，听话。姐姐再见。再见，君浩，我该怎么办？每次你都在我身边，每次你都和我在一起，现在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珍珍，你还没回去啊？珍珍，你不要难过了。明天早上10点，你到这儿来找我。这边小心台阶。我们先去前台。你好，董事长已经在里面等候您多时了，请进。哦。里面请。嗯，谢谢。红爷爷，来来坐。好。今天我请你来啊，是想把这个交给你。这是龙海燕啊，马上要开幕那个烂尾楼改建的房子啊，其实原物主是一屋两卖，正巧我就另外一个买主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这个人呢，没什么长处，唯一的长处就是会动脑筋，会赚钱。简单的说呢，我希望拿这个合同呢，去跟龙海燕谈判，叫他不要把梦想之家关起来。这，所以您是？我就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洪正宇。其实啊，这么多年呢，我都没有管公司的事情，只管了我自己到处云游四海。这回啊，咱们梦想之家出事了，我还能够袖手旁观吗？你只要拿这个合约去跟龙海燕谈判，保证跟我梦想之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嗯，那这个合同能干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傻丫头，这合同能让龙海燕的房子它不能够卖呀？你知道盖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吗？而且80%的钱都要跟银行贷款呢。你只要起诉他。走入法律程序，他这房子一年半载之内他不能卖的，那压多少资金啊？光是利息啊，龙海燕就要崩溃了，懂了吧？洪爷爷，真的谢谢您的好意，我。
我很想拯救梦想之家，但是我不想拿这份合同去交换梦想之家。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大家。梦想之家就算拯救回来，龙海燕她不认同我，依然会对梦想之家造成伤害的。虽然梦想之家已经关门了，但是关不住我想帮助别人的心。没有梦想之家，我依然可以行善。好，珍珍呐，我算是没有看错这个丫头。行行行，都听你的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们绝对都支持你。哎，对了，乔俊浩那小子怎么这么多天都没看到他呀？连我梦想之家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都没出现呢啊！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没告诉我。俊浩他昏迷了，一定是龙海燕害的，昏迷好多天了。哎，请问乔俊浩他人呢？不在房间，他去哪儿了？乔先生的妹妹已经帮他办理转院了，刚刚才走。妹妹？他没有妹妹啊。怎么可能？就是他妹妹送他到医院的啊。喏，那就是他妹妹。俊浩呢？俊浩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你干什么？正好通知你们一声，为了俊浩好，我已经安排了医疗专机把他送去美国接受治疗。龙海燕，你凭什么这样做？这是才是俊浩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又怎么样？俊浩的父母坠机身亡之后，我爷爷就是他的监护人，现在爷爷不在，我就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我比谁都有资格决定把他送去哪儿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想害死他吗？想害死他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龙总，我求求你，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？我保证就算他醒了，也绝对不会拿什么遗嘱去烦你的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把俊浩还给我。龙海燕，你人心肠怎么这么坏？真是，你不要求他了，这种再怎么求都没有用的。对，我找郑杰，郑杰一定知道他在哪儿。如果我不想让你们知道他在哪儿，你觉得我会告诉郑杰吗？龙海燕，你怎么那么狠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海燕，把俊浩给接走，这治病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没拿到那份遗嘱，第二件事情就是俊浩的身体越来越好了，随时都有醒过来的可能。我在想啊，俊浩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啊唯一知道遗嘱下落的人，所以海燕不论怎么样也会控制他，不会让我们见面的。可是，稳住，人一激动一愤怒智商就归零，你要是零智商怎么就跟海燕斗啊？你现在啊不但稳住，而且还要继续做你的一品粥，这样海燕才会对你失去戒心，也唯有这样你才可能打败他。至于乔俊浩的下落呢，我来负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君浩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想尽办法把你找回来的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
啊，家里怎么办？豆豆跟想想怎么办？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和珍珍一起好好做那个一品粥，你走了之后孩子怎么管？我做这个不也是为家里好吗？难道全家一起坐吃山空啊？啊，还有我想好了啊，小珍珠咱们可以送去幼儿园，豆豆呢，咱们继续请张妈帮忙。张妈要身体不行，咱们就请个保姆好了。这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就这么当妈的，随随便便把孩子一扔？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他们的妈，我才要管好这个家。还有，不只是我，你也去找个工作，找个赚钱的工作。你说你一个搞艺术的，你去做什么生意啊？啊，你去找一个酒吧驻唱的工作赚钱。我做什么工作不要你担心，我就是搞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自说自话去找李静帮忙啊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哎，我跟他不熟，那多多想想，我也帮他照顾了那么久呀。现在咱们有困难找他帮个忙怎么了？我这不是为家里好吗？哎，你想，咱们之前听真真的去什么梦想之家帮忙当义工，梦想之家一倒闭，咱们全部都失业了。说个不好听的啊，咱们去一品粥，一品粥万一也倒闭了呢？万一有什么闪失，咱们全家不又喝西北风了？你闭嘴！你怎么那么乌鸦嘴啊你？你什么态度啊，高远？什么叫我乌鸦嘴？叫我要远见？你想得到吗你？艾莉阿姨说的对，我不应该把所有人都绑在一起。别听他的，他胡说。你现在想找酒吧的驻唱吗？我可以去问问吉儿缺不缺人。我的工作你不用担心。你们的作业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那准备洗澡吧，去吧，想想先洗。好好。怎么还不睡呀？啊？是不困吗？豆豆来，豆豆，豆豆，是不是你也想俊浩哥哥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豆豆，想不想俊浩哥哥？哎，我们一起看俊浩哥哥的照片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们上次不是和俊浩哥哥一起拍了照片吗？对不对？你看，记得吗？豆豆，喜不喜欢这件衣服啊？哎，真真，啊，过来看，亲子装，你看。一人来一件，来什么？不用了，走了走了。哎呀，来一件嘛，你老土，快过来试试。哎，哎，珍珍，啊，快，把他们裤子穿上，再一脱就脱，我给他穿上。好了好了，来穿上。哦，真是的。啊，哎呀。你们穿这亲子装真的好合适哦，好可爱的一家人。是吗？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能帮我们照张相吗？好啊，我手机里的。哦哦，好。哦，靠近一点哦。来，豆豆，我跟俊浩哥哥是不是很般配啊？我们一起拍照，是不是郎才女貌？君浩哥哥，他也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对吧？豆豆，你呢，快点长大，等我们结婚了，你来当我们的花童，好不好？嗯，你看，啊，君浩哥哥。珍珍，哦，继续倒两杯咖啡来。好的，快坐，坐。不会打扰你吧？啊，不会，坐。
郑杰。啊，珍珍，你是来问俊浩的事吧？我也刚刚才知道，海燕让俊浩转院了，说是送到一个美国比较权威的医院，说那个医院对脑部的疾病有特别的研究。所以珍珍你放心，现在俊浩在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，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措施，他很快就会醒过来了。这些是海燕跟你说的对吗？对啊。俊浩他说过，他出事之前找到了一份老董事长的遗嘱，是你告诉龙海燕才有这个意外的对吗？不是，珍珍，我想你误会了，俊浩受伤那完全是个意外，而且警方也在现场做了鉴定，说是他自己往前冲，他才从楼上掉下去的。问题是他为什么往前冲，是想教训谁，还是想抢回什么东西呢？郑杰，虽然海燕她是你的妻子，但是大义灭亲的意思不就是要告诉我们是非黑白比亲情更重要吗？龙海燕把俊浩带走无非就是怕俊浩醒过来，怕他说出遗嘱在哪，是吧？简单的说，龙海燕还没有找到遗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俊浩受伤你敢说跟龙海燕没有关系吗？珍珍，郑杰，爱情会让人盲目，忽视摆在眼前的事实，但只要愿意睁开眼睛还是能看清真相的。我拜托你帮帮忙，请你帮我找一找俊浩他在哪里，我现在真的是快要被逼疯了，我怎么都找不到他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我求你了，郑杰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你先别哭，你先起来啊。郑杰，我求你先起来。珍珍，你海燕，你们拉拉扯扯的干什么？珍珍，他是来问俊浩的事的。俊浩的事情我在医院里面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了，郑杰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能不能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老公？确实，郑杰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包括你的为人、你的心机以及你的狠。郑杰，梦想之家结束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打算把杨桃一品粥扩大经营，并推广代用粥的概念。我只是希望代替梦想之家做一些慈善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要请教你。刚才拜托你的事情，希望你考虑。我先走了。珍珍，珍珍，别追了。我问你，梦想之家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很简单，高珍珍退位了，现在我是理事长。我觉得梦想之家这个项目不适合我，所以我把它给关了。不是，海燕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怎么了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公司好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俊浩呢？俊浩现在在哪儿？是不是你把俊浩给藏起来了？我没有。为什么你这么相信高真真呢？就因为他拽着你的手，就因为他哭了，你就心疼了？郑杰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心里还喜欢他？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袒护他，这么不相信我呢？那可是现在的问题很奇怪啊，我们在结婚前大家都是好好的，都是和和气气的，为什么婚礼结束之后大家都变样了？又是你跟俊浩的价格战，又是结束梦想之家，还有俊浩手上那所谓的遗嘱。俊浩的受伤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问题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那也是他们的问题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郑杰，你现在是我老公，如果连你也不相信我，他们就真的会一直污蔑我，一直欺负我，我就真的只有一个人了。不要这样好吗？不是，海燕。还有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离高真真远一点。
喂，我听说龙上天物业两个总经理在闹内讧，你想办法把涂总给我挖过来。每一种调料摆放的位置呢，都是设计过的，这样操作起来会顺手一些，而且能节省时间，不要乱放，知道吗？真真啊，乔总他最近啊，他出国了。他出国了，怎么突然就出国了呀？这梦想之家结束他也没来，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个我们大家都觉得挺奇怪的，但是谁都不敢问哈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哎呦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你们觉得这是什么？这是对戒，俊浩手上也有一样的。你们还觉得我们两个吵架了吗？你看，我就说他俩没吵架嘛。真真是因为梦想之家，所以才心情不好的。想老板，买单。哦，我过去看看。你们把这里收拾一下。哎，你看你瞎想，有事没事吧？吃完了。真章薏米燕麦粥多少钱？哦，10块。嗯。我们店里有代用餐服务，您愿意做一些慈善吗？什么是代用餐啊？您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，就是您用完了餐，可以把零钱捐出来，或者是多付一些餐费，我们会将您的爱心转成代用餐，送餐给需要却没有能力付钱的人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您出钱，我们出力，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哦，这样啊。如果不方便也没有关系的，这不是每个人都要捐的，量力而为，不是非要捐的。不用找了。哦，代用餐的慈善方式啊，在国外已经很久了，希望你也加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算了，不用找了。哦，太感谢了，你慢走啊，欢迎支持代用中。来了，有没有俊浩的消息啊？还没有俊浩的消息，我想海燕也不会伤害俊浩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这不，我听说你的店开业了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。哎，杜总，你来了，是来支持我们代用粥的吧？对啊，我必须支持你们的代用粥啊。这个也是我应该做的。非常感谢，越多人支持代用粥，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人。谢谢你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没事。大春，那你进去给杜总做碗粥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去。嗯，来这边坐。来。哦，难怪龙总让我来盯着杜总，本来杜总真的来找高真真。我知道你喜欢哪一种粥。等一下，好。喂，小杰。真真姐姐，能不能来劝劝我爸爸？小杰，真真姐姐，真真姐姐，谢谢你赶过来。我爸他生病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累。邻居哥哥说，我爸他面色黄，一定是肝病。我爸怎么也不听劝，就是不去看医生，说要把钱留给我来读书用。真真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拜托你，你劝劝他好不好？别急别急，小杰，我们先去看看爸爸。嗯，快走快走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小杰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把我的病不要跟任何人说，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来，快坐。小杰也是担心你啊。小杰，我自己会照顾好的。
你们还是回去吧。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，要马上看医生的。我说过我没事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也就是累着了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这样也不行啊，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才会安心一点。对啊，而且现在我跟海燕已经结婚了，严格的说起来我要喊您一声姑父，你就让我尽点心意吧。你跟娄海燕结婚了？对啊。那我打电话给表姐，表姐不理我的事你也知道了。那我打电话给表姐，告诉表姐爸爸生病了，希望表姐来帮忙。表姐告诉我，叫我们不要打扰他的事情你也知道了。你都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啊，不过姑父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问清楚的。你不用再问了，他的眼中只有他自己，他是不会看到别人的痛苦和悲伤的。我现在只有省一点点医药费，给小姐留一点自尊。我不会让小姐去求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亲戚。不是姑父，你赶紧去看医生，海燕不管我管。姑父，我不需要你的钱，高小姐，请你带他走，我不想看见任何跟娄海燕有关系的人。小姐，送客。爸，真真姐姐，对不起啊，你们还是先走吧，我爸这次真的生气了。小姐，你听话，一定要让爸爸去看医生。我回去安排好之后，派车子过来接你们。如果不想多花钱，可以不住院。我给你们找房子，你先好好照顾他。来，把这个拿给爸爸吃啊。谢谢珍珍姐姐。去吧，我先进去照顾爸爸。好，赶快去吧。你还想说是我们不了解龙海燕，所以错怪他吗？你还想说他没有这么可恶，这么坏吗？没错，海丽是龙家的，但龙家的不代表都是龙海燕的。小杰也是龙家的人，他这么做，老董事长会安心吗？行，你行，杜正杰，在一块很开心是吧？不接我电话也不回家是吧？你去哪儿了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有点烦，随便出去走走。出去走走？你和谁出去走？啊？是不是高真真？杜正杰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，你为什么还可以跟他随便见面呢？可不可以把小杰的遗产还给他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今天去看小杰了，姑父病得很严重，他们现在急需要人帮助。我现在不想追究你为什么不照顾他们父女，我也不想问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帮助他们，但是他们现在真的有困难。我希望你至少拿出海丽2%的股份给小杰。海丽2%的股份？杜正杰，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？我凭什么？凭的是你亲表妹，你是爷爷的亲孙女，那小杰也是。谁能证明啊？爷爷已经死了， DNA 也验不了，谁能证明他跟我们家的关系？谁？就算小杰现在是个平凡的女孩，那她爸爸病了是不是也要找人帮助啊？你不是海丽基金会的理事长吗？你可以拿钱出来帮助那些非洲的难民，你可以拿钱协助那些大山里的学生去盖学校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拿钱出来照顾你的亲妹妹呢？我就是不要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恩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帮助那些非洲的孩子，他们至少会给我寄感谢的卡片。我帮山里的孩子盖学校，他们都会知道我龙海燕的名字。香甜小杰呢？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做慈善，就是为了让别人记住你龙海燕的名字吗？对，不可以吗？杜正杰，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什么都是错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娶我？因为我爱你。你确定是因为爱我吗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为了救你差一点送命，你觉得自责，你觉得愧疚？就像你当初撞死高真真的父母，你就想要照顾他们一家一辈子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对不起，我话可能是说重了，但是郑姐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为什么只听别人说啊？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去做我根本不想做的事情呢？我没有那么自私，但是我不想去帮助那些我觉得不值得我帮助的人，可不可以呢？你能不能相信我？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坏，我可能只是习惯了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事情，有的人可以接受，有的人不行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做的都是错的，不是吗？这个周末新楼盘就要办新闻发布会了，你现在是我最在乎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参加，分享这份喜悦。好，谢谢你。我现在很厉害，可以背闲着跑操场。啊，对呀，你看我负责指导往左往右，小光头负责跳。来，小光头，准备，哎、左边的脚，嘿，右边双脚，嘿，左边的脚，右边双脚，左边的脚，右边双脚，左边的脚，右边双脚，左边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啊！你想想，你怎么了？小朋友怎么受伤了？来来来，先到店里来。他的脚不能动。你们家里可以有人来接你们吗？我没有打电话。好，来，先到店里来吧。小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疼不疼？今天才让小光头背他玩跳房子的游戏。哎呀，姐姐头好疼，还不是因为你顽皮，摔破头能不疼吗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你别骂孩子，不顽皮那就不是小孩子了。哦，谢谢老板，你照顾他，谢谢啊。别客气，不过孩子还小，最好要有大人接送才安全。是啊，我会的，您放心吧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咱们走吧。啊、哦，走了，姐姐。夏夏，夏夏、啊，来，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小光头，是不是又是你啊？你把他的腿摔坏了，你现在又把他头弄伤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林奶奶，刚才多多说了，这个不是小光头的错，您就不要再骂他了。你不是说好你爸爸接送他们两个孩子放学的吗？你怎么让他们两个孩子自己回家呢？再说了，想想的腿还没好啊。对不起，
我爸好像是乐团临时有事情，所以我说你呀、你太糊涂了。小光头才几岁啊？啊，小光头自己还是个孩子，他怎么会照顾好他们两个人呢？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以后啊，他们俩的接送就由我来负责。啊，想想，跟我回去。哎呀，我不要，我不行，姐姐姐救命！我这回呀、再也不会听你的了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哎呀，不要！哎，这样，林奶奶这样吧，想想乖，我觉得还是先缓一缓，等过几天呢，我再和想想好好的沟通一下。您觉得这样可以吗？一品粥店和豆豆累得你已经是够惨的了，你哪有时间来照顾他们两个人？我说你，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就不要再太感情用事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们也要尊重孩子啊。孩子是分不了轻重缓急的，这个时候得由我们大人给他做主才是。再说了，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一个完整的家，家里父亲照顾不了由妈妈，妈妈照顾不了由老人，就是我们家吧，李静和明德照顾不了的话，由我可以照顾啊。